你怎么喝酒了？嗯。还是白酒？你不怕魏将军跟你急啊？业务酒，没喝多少。我肚子饿了，你给我搞点吃的吧。业务酒，你跟陆岑阳一起去的应酬吧？嗯。这家伙怎么当的你男朋友啊？知道你不能喝酒，还不心疼你？我喝酒的时候他不在，我碍事儿去，吃点东西就没事。先喝点这个，胃囊好受点。我去给你弄吃的。谢了。改建的材料要出问题了。嗯，虽然说服了居民接纳改建时保留古巷原汁原味的古韵，但是他们担心修复成半新不旧的样子，既没有了历史的味道，又没有他们最渴望的新样子。我就在想，能不能找到民间收藏的老木件，如果有足够多的替代部件的话，会最大化的满足设计需要。项目用的又不是你的方案，你操心那么多干嘛？我可是和居民推杯换盏的保证过，而且古巷是陆岑阳爸爸生活过的地方，他有情节，我希望尽可能的帮上忙。你呀，什么事情都以陆岑阳为先，你当我不知道你今天一个人来这儿是干嘛吗？是不是跟陆岑阳闹别扭了，所以才给自己找点事儿做，想让自己忙活起来，不让自己胡思乱想？还没有，我还能不知道你心事都写在里面？不过你放心，你脸上的心情除了我没人能解读。你要是被陆岑阳伤着了，就眨眨眼，我给你出头。知道你厉害，没有你想的那么夸张。他照应我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伤害我？吃饱就没事。真没事？我没事。不忍突然下车，不会是生我气了吧？对不起啊，哥，都怪我。没关系，我去老伙计看一下不忍到了没，你回车里等我。好了好了，别找了。我认识一个胡总，专门负责老屋的改旧回收，手上有的是上了年头的老物件，我看过了，品相和包装的特别有味道，应该能帮到你的项目。怎么不早说？之前也没有问我，而且你们公司的项目我插什么手？这帮公司可就是帮我啊，你赶紧帮我联系一下胡总。不行，你得先吃饱。这不妨碍你打电话呀，你得先跟胡总联系好了，我才能跟陆总请示啊。我说了算，你今天得先吃饱。还没醒酒呢，这也得说。多吃点，再给我捶捶背。干什么，老板？继续